I need you more than you know. Hello, welcome back to Fire Official. 今天呢，我呢就攞咗奥运站嘅车站指南，就同大家细阅一下。咁咧生效日期咧就2017年10月嘅车站指南奥运站。就下面嘅幅相咧就系奥海城啦。事不宜迟，我哋开始啦。咁我今日冇用脚架，所以就用手攞住先咧。呢、这、一个咧就系、是、大角咀，即系奥运站嘅街道图。咁咧，大家，呢、这个咧就系、是、去揾 Fire Official 嘅唯一，其中一个地方可以去嘅。咁就呢、这个大角咀啦 ，Fire Official 咧嘅公司就设立喺大角咀嘅。所以我今日咧就介绍咗奥运站先嘅。好啦，咁咧呢度就系街道图，仲有啲坐标咧。咁咧大角咀咧之前系一个海嚟嘅，咁咧就系维多利亚港啦。然后咧就填海啦，就得出呢个地方咧就填海翻嚟嘅。即系之前嘅大角咀码头咧，就系、是、对出呢个樱桃街公园咧，就系、是、即系如果我而家住嘅地方仲系未填海嘅话，咁我应该有钱佬，因为我日日可以望海。系啦，我咧就系、是、住喺呢边嘅。咁如果呢个樱桃街公园咧仲未填咧，咁我呢度就系对住海岸噶。直情系楼下嗰条马路就已经系个海嚟啦，填翻嚟。咁越填越填咧，就填咗最呢、这个奥海城一期嘅豪宅区啦，同埋呢个系奥海城三期啦。嗱，奥海城三期呢度个数，咁咧就蒙蒙地嘅，好唔好？真系冇大脚架。开翻晒俾大家睇先。咁呢度咧就隔开晒之后咧，隔篱咧就附翻一张介绍图啦。咁咧呢度系酒店及服务式住宅，有红茶馆、旺角帝城酒店、柏丽酒店。咁呢基本上都系酒店噶啦。好，雁格文娱同埋呢个购物咧，雁游乐场啦、公园啦、雁格街。戏院啦、公园啦、新九龙广场啦、奥海城三期啦，总共跟住呢个银海坊Silver Sea Place 喺个奥海城一期嗰度，跟住博布高尔夫健体天地嘅通州街公园同西九会新起嘅，就是 C5 出口啦，新博出嚟嘅，主要大厦咧就分为呢个中银中心啦、汇丰中心，仲有呢个嘉丽嘉运大厦 Skyline Sky Chung Star Tower。 公众服务及设施呢就有维港湾同埋啲浸信会，仲有啲市政大厦呢、海事处呢、李宝春健康园，咁呢啲唔详细啦，大家攞咗就知啦。住宅啊，出名啲嘅帝柏海湾奥海城啦、富荣花园啦、海涛湾新喜乐嘅。下面嗰啲基本上全部都系豪宅，例如居柏景湾、一号银海咧，系啦。跟住学校咧就有我读嘅学校啦，呢度。跟住仲有大丰王殿啦，新喜乐嘅，唔系新喜乐，已经好耐之前啦。浪情湾，咁呢度就系一列学校啦，仲有啲公共交通嘅富盈花园、43M 小巴，有 D 一出口。即是奥海城楼下。咁因为富盈花园呢基本上要行过去嘅，所以呢佢就设立咗一个公共交通就放喺呢度。好啦，跟住呢就呢个港铁地图啦，每一个车站指南都有㗎啦，呢个唔需要多讲。咁以下呢就有呢个尾班车同首班车嘅服务时间位。咁呢我都唔详细多讲啦，除非嗰个系我 Minecraft 嘅车站指南。唉，好笑嘅。咁咪最早收车咧，都系往黄埔。其实咧，黄埔可以直接去黄埔，唔使。啊，唔系喎，仲有个早收车都咩到？落马洲又系。咁嘅首班车做到咩？机场快线啦，肯定。咁最迟收车系去东涌线。
使直接搭东涌线咧，你班车嘅时间一定减咗，可能系往完东涌之后向东涌翻翻去，总共系需要十分钟大唔止，冇嘢啦，同我当冇讲过啦，啱啱。好啦，咁咧呢个咧就系奥运站嘅车站指南，大家想去揾我出嚟咧见面啊，或者想揾我倾下偈嘅，或者关于 Fire Official 一啲资料咧，大家咧可以去Facebook 去 at 我，然后咧就约我一个时间。咁咧大家咧有啲可能住天水围啊、锦田啊、好远嗰啲，咁咧自己就揾第二个地方同我相约啦。咁咧睇下我得唔得闲，因为我系一个忙人。好啦 ，OK 好。我完咗，好啦，咁咧导演都话叫我完啦，咁呢个就系奥运站嘅车站指南啦，嚟紧咧就会有更多嘅车站指南片啦，两周年嘅开启序幕啦，咁咧我而家咧屋企咧就有三张车站指南啦，咁咧下次咧就会逐一同大家介绍啦，咁咧大约都系东涌线攞得最多啦，其次就系观塘啦。荃灣線呢兩條線我都係經常搭嘅。好啦，依集嚟到呢度，希望大家俾翻個 like、訂閱同埋咧 friend share 呢條片咧，俾呢啲 friend 個個嚟招呼一下我啦。咁咧抽獎禮咧就熱鬧啲啦。好啦，順便提一提啦，想知道抽獎禮啊 ，Fire City 嘅以後安排咧，請係梁浩南呢個 Fire Official 官網網址，我將會喺每一條片嘅下面。咁我會催促所有嘅我哋公司嘅所有員工咧，幫我完成呢一樣嘢噶啦。好啦，呢集呢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是你的世界，大家再见。Hello， 好 ，High Five， 唔该晒。睇更多 Fire Official 精彩节目，而家就俾你拣啦，记住俾翻个 like 啦，可以 like Facebook 专页同埋睇 Official Page， 拜拜。